怀日月，不顾人间爱情，生死流云漂浮不定，大地未疆，山野未崩，笑问手中长剑，何日无风又浓，情有所终，奈何只因难逢，恩润佳偶天真。你为什么不懂？大妈跟我娘没两样，心恐不敢动。你爹进来是不是要升官了？大妈，我爹已经去世了。怎么说？你爹已经死了？是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已经好几年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因公殉职。想不到享受荣华富贵的命比我们这苦命人死得早。大妈，人一死，一了百了，您还有什么气不能消的呢？哼！要不是有你这么争气的好儿子，腾云也不会比下去，一天到晚挨他的骂。我恨你，你为什么不死？可是你还活着，大妈。你爹身后一定给你们娘俩留下很多财产。大妈，我爹一身刚健，两袖清风，身后萧条，什么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来，只留下来四个字：忠孝仁义。说得好，你爹什么都没给你们留下，你们娘俩怎么过呀？我娘勤俭持家，谨慎度日，虽然过得不怎么好，但还过得去。嗯，这么说你们现在还不如我们了？大妈，我们一直就过得不如您跟大爷。那你们还有什么好神气的？哼，生一个好儿子又能怎么样？爸妈，我们从来就没有神气过。至于辛苦，只不过是不敢忘掉父母的教诲罢了，谈不上什么神气。爸，你有什么事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大妈，我是来找腾云的。这么多年都没有来往，你突然跑来找腾云干什么？就是这么多年没有来往，所以现在来找腾云，跟他聊聊。聊聊？我过的桥可胜过你走的路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，你想瞒我？哼，你说你打腾云的什么主意？
他吗？是不是？你听说我们腾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，你想分一份，沾点光？哼！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否则姻缘，不必羡慕。腾云飞黄腾达，我只有打心眼里高兴和敬佩。可是，这荣华富贵要取之有道。大妈，你要留意一下腾云最近的交往。荣华富贵取之有道，我要留意腾云最近的交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最近有个长得很像我的人，冒名我的名义做了好几件大的案子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妈啊，你是嫉妒我吗？是不是？你听说我们腾云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，所以你就杀人劫财，案发了你就往腾云身上一推，你是不是想害他？大妈，我是好意。你给我住嘴！你们二房从来就不许我们大房强过于你们啊！现在你们又听说我们马上就要飞黄腾达，你又想法子来害我们家里头。你是人，你还是禽兽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大妈，我……你给我滚！就拿我这条老命跟他拼了！啊，龙星空越了狱，他果真越了狱。是啊。什么时候这事情？今天晚上？啊，不，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三更不到。昨天晚上？嗯，那已经过了一天了。是啊。嗯，你怎么迟到现在才来禀报啊？包老啊，谁想得到啊，那我也是才看到告示，偏偏您又不在家，这不是您一进门我就来向您禀报了吗？功亏一篑，糟了。包老，您放心呐，府衙捕房啊，干练的人手都派出来了，听说那个向刚跟冷无双啊也帮忙追捕，这小子他跑不掉。是啊，就算一时半载的抓不着他，嗯，可是他现在逃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跟经理的人作对呢？这怎么能算功亏一篑呀？嗯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经理边是要他的命，要他死。包老，四下追捕，到处缉拿，他现在啊早就远走高飞了，只要案子不了，他就不敢出来，这跟死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嗯，对，我也是这么想啊。嗯，你也这么想？你们懂得什么呀？啊，世界上有几个人长得那么像的？这龙腾云又是他的堂弟，他只要一琢磨还琢磨不出这什么道理啊！啊，要是他还关在大牢里，就是弄明白了他也没办法。可是他现在越狱了，他能不去找龙腾云啊？只要他找到龙腾云，我这番心血算是白费了。我们就是没想到这一点。哼，你们能想到什么啊？拿刀动枪你们行，
这方面，你们还差得远了。是。哎，包老，那我们是不是得想办法保护腾云，千万不要让他找着他呀，或者是让人把他给送走吧？龙行空他是何等样人，武功心智无一不高。他要找的人呢，谁也保护不了啊！哎，送走这也不是办法。龙星空有个外号叫大野游龙，你送到哪儿去，他也能把他给找到啊。包老，可是千万不能让他找着腾云呢。当然不能了。眼前只有一个办法。把龙腾云送到一个地方，叫龙星空再也找不到他。什么地方？阴曹地府。包老，你您是说灭口？只有把龙腾云杀了，往土里一埋，就成了如山的铁证。龙星空就再也没有翻身之日，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对，好，解铃还是系铃人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办了。包老，您刚才说拿刀动枪我们行，这个龙腾云那小子不是我们拿刀动枪能应付得了的。包老，还得您高明指点呢。要他人，咱们靠的是他跟酒啊！这会儿要他命了，为什么不能再用他跟酒啊？对，还是包老您高明啊！啊，那快去，越快越好，迟了就会起变化哦。是，哎，听到了没有，媚娘，得你打头阵呐、啊。腾云，媚娘，媚娘，你来了正是时候。哎呀，腾云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媚，放开我！媚娘，你，腾云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在瞎胡闹？什么？我死？你这什么坏意思？你不知道，他们要杀你灭口啊！他们要杀我灭口？为什么？因为龙行空越狱了，他们怕他一旦找到了你，把你杀掉了，那就铁证如山了。哼！我为他们卖命卖力，他们却要杀我灭口。他们先来找我，我这就找他们。不，腾云，你抵不过他们的，你不能去。笑话！我有柳大雄做我的帮手。柳大雄，哼，真是你交的好朋友，他已经把你出卖了，今儿个抄刀的就是他。好个柳大雄！腾云，现在只有一条路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不可以！哼，腾云，胳膊拗不过大腿，你不甘心也得甘心呢。难道这就是我为他们卖命、卖力换来的报应？
公仓。这天下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假如我们早知道的话，也就不会受奸人利用，也就不会有今天了，对不对？我该听你的。美玲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要跟我走？对，我要跟你一块走。美玲，你这是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，难道我还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吗？可是，美娘，你要知道，这是逃亡，以后没有好日子过了。知道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我也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逃亡。等到奸贼一除，我们就能重见天日。要是我再跟着他们下去，绝对没有好的下场，永远见不到天日。你知道。灯灭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这么老半天了，怎么还没有？也许啊，还没到时候。包老啊，看在这么多年的交往啊，我帮他求个情。死在眼前了，您能让他多吃喝多享受一会儿吗？哎，不对，这，哎，他们又不是没见过面，难道还等熟了再说啊？哎，这，走，快跟我看看去。哎。女人出卖了咱们，跟他一块跑了。我去追。大雄啊，你行吗？我，哎，都怪你，还让他多吃喝多享受。哎呀，包老啊，那前后相差转眼的功夫，谁知道媚娘她出卖了咱们？除非刚才咱们跟他一块过来。这，哎呀，完了，这。龙星空越了狱，龙吞云也跑了，这下子，哎呀，包老，您放心呐，这龙吞云虽然跑了，可是龙星空到处找他，找到他就是杀头的罪啊，他跑不掉呀。那又来了是不是？你究竟有没有脑子啊？哦，龙吞云不敢露头，那龙星空不会去找他呀？哎，你要明白。只要龙星空找到了龙腾云啊，那杀头掉脑袋的可就不止龙腾云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。啊，包老，啊，我有个好办法，保准让那龙腾云呐，乖乖的回到您面前来。你的办法？哎，什么办法？把龙腾云他娘弄到这儿来。龙腾云他娘啊，不错。您想啊，这龙腾云呢，再不走正路，再坏，他不能不要他娘啊。只要让他知道他娘在您手里，他能不乖乖的回到您面前来吗？这主意倒是不错啊。哎，可是您那么……哎，包老，您放心，这要别人去啊，得用强。我去，我保险让那老太婆欢天喜地，等不及的跟我来。哎，那你赶快去办呐！哎，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，将来经理头论功行赏，你就是头一个啊！哎。
哎，谢谢包老，我这就去，一定是马到成功。哎，快去。是他，是腾云，一定是他。腾云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就是外人，你也不该这么陷害的。何况，你我有叔伯之亲，你竟然害了我，自己也不干犯国法了吗？唉，想不到我大爷游龙，竟有被逼夜宿荒郊的一天。也对，大爷游龙嘛，现在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爷游龙了。不，我怎么能坐着呢？赵大人恩德两重，倘若十天之内不能缉获真凶，我怎么能对得起赵大人？就算我如期回去，岂不也辜负了赵大人用心良苦的得意？什么意思？要命的好朋友，你们是我们称得上是要命的好朋友吧？龙行空，找你虽然不容易，可是我们毕竟把你找到。向兄，冷姑娘，这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会。你所做的那些案子，也都是误会吗？就跟你跟我我们之间一样的误会，有人陷害我，嫁祸给我。哼，难道世上还有另外一个龙行空，还有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？那你倒说说看，那是谁？请原谅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。嗯，我们也请你原谅，我们不相信你。向兄，冷姑娘，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查明真相。哼，那岂不要我们把头发都等白了，牙也等掉了，甚至进了棺材入了土？可惜的是，我们俩都没这么好的耐性。嘿，老姑娘，向兄，就算我求你们，龙行空，你用不着这么低下。嗯，如我们能等，这官府也不能等。你们是帮官府还是？都一样。如果我们是帮官府，你就束手就擒了。我龙行空从来不违抗王法，可是现在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那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根本就不应该跟他多废话。向兄，冷姑娘，我不愿意伤害你们，你们不要逼人太甚。少废话，今夜我们就要拼个你死我活。难道你们就一点都不挂念往昔的交情，这么绝情吗？哼，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，你所作所为？哼，你也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们两个的。我不愿意让误会越陷越深，只求你们二位给我一点时日，让我查明真相，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站住！半夜
夜都不让人安宁。来了来了。哎，大妈，是我。那是你呀。哎，可不是我吗？我还当是。哎，大妈，您怎么了？您当我是谁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你这么晚来干什么？我是。既然来了，有什么话你就坐下说吧。哎，大妈，我不坐了，我是特地来接您，请您马上就跟我走啊。谁叫你接我？啊，你让我跟你上哪儿去啊？瞧您问的，还有谁让我来接您呢？还不是腾云吗？上哪儿去？我告诉您呐，现在腾云可陡了，买了房子，买了大宅院，叫我接您去享福啊。真的？瞧您呢，这种事我还能骗您？真不真？您一去就知道了吗？上哪儿去啊？东大街双狮胡同。我就知道，这孩子会争气，会有出息，这下可出人头地，不怕跟人家比了。哎，大妈，您还漏掉一样，那个腾云呐，真孝顺呢。对对对，你在这等一等，我进去收拾收拾，咱们就走啊。哎，大妈，这个腾云呐，买的是全套，这个用具器具全是新的，那些个破烂您收拾什么？赶紧走，免得腾云着急呀。哎呀，这……哎呀，走吧，大妈。我越想越难过，我越想越不服气。哼！汤云，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想着干什么呢？美娘，我能不想吗？可是你想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恨不得把他们杀！再说这儿正空旷，咳嗽一声都能传老远去啊！哼，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连句大声的话都不能说，我过不下去，我过不下去。我是个女人家，我都能过，为什么你不能过？叔，你要知道，我为的是谁，我图的又是什么？假如你不能过的话，我将来指望谁呢？妹妹啊，我听我的话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要拿得起，放得下。从今而后，不怨天，不由人。再苦的日子，咱们要咬着牙过；再难走的路，咱们要咬着牙走。我相信平坦的路不远，苦尽甘来的日子就要到。媚娘，真没有想到，你竟然是这么样的一个女人。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女人？邪恶、淫荡、坏的不能再坏的女人吗？不，我只是想，跟姓包的柳大雄在一块儿，还会有什么好人呢？可是，我看走了眼，你比我想象中的好太多了。你比我好的太多了，汤云。你要是早认识我的话，说不定
你会走错路，走得更糟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为了你，我才醒悟过来，我才明白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梅娘，我也是为了你，才醒悟，才明白过来的。当年，你比我，你要善良多了。知道，我不配。可是我又忍不住，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梅娘，嫌弃你？说句你不相信的话，哪怕是天下最好的女人，都不放在我的眼里。除了你之外，就是拿天下来跟我换，我都不会跟他换。梅娘，别难过。我不是难过，我太高兴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这第一次听见有人说我是最好的姑娘，最好的女人，尤其从你嘴里说出来。我相信，我就是死，我也瞑目了。梅娘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忘掉过去，只盼将来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走，我带你见我娘去。我带着我老娘一块儿走，走到远远的，找一块安安静静的地方。只有我们一家三口人，让我们平平静静的过一辈子。嗯，好，走。骗走了我的娘，可是他们要的是我。你的娘，也就是我的娘。他们不但要的是你，而且也是我的丈夫。这种人，邓云。
现在，或是将来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人。走，咱们去走。龙行空。腾云，什么都能变。咱们的血缘，咱们的兄弟关系，不能变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也早来了，我也都听见了。她是位好姑娘，快跟我走吧，去救大妈去。不用了，龙行空，你以为你比我强啊？哼，我自己的娘我自己救，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。云帝，给我少废话。嗨，好。血浓于水，弟兄究竟是弟兄。想想咱们娘小时候，多么好，多么亲。大爷或许责备你重了一点，可是他是恨铁不成钢，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他老人家并没有错，我也不比你强，都是你自己的嫉妒心在作祟。现在你做错了，害得大妈也沦入贼手。云帝，难道你还不知道悔吗？细空中，我跟你走。好，那你就跟这位姑娘。她一定是救我娘去了。龙腾云，我是龙腾云的堂兄龙行空。反正你也一样。大妈，龙行空，回过，你们要往哪儿跑？等一等，我是行空的大爷，我的儿子腾云跟行空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可以证明他是无辜的，案子都是他们这些奸女利用我儿子做的，就是想害行空。大妈，行空，大妈什么都明白。过去大妈错，大妈只求你放过她。行空，大妈。
星空不能答应。星空，大妈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腾云触犯国法，就要受国法的处罚。星空，国法不外乎人情，大法就他这么一个。娘，难道你就不能看在你死去大爷还有大娘的份上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娘，孩子，大妈，腾云是我兄弟，虽是叔伯，可是跟亲兄弟没有什么两样，我又何尝？龙大哥，我可以不再计较，可是他……杨姑娘，你可以不计较，可是国法当前，我不能徇私。娘。辛苦，辛苦，不管怎么说，大娘求你，大妈，大妈，辛苦也是不得已，请你老人家原谅。辛苦，娘。星空哥说的对，我应该去投案。星空哥，我只有两件事情相求。我会替你尽孝，我也会替你料理梅娘的事情。星空哥，娘，腾云，娘，你老人家好自保重。孩子，大妈，云你就交给我了。孩子，压下去，压下去。腾云，娘就交托给您了。云弟，你放心吧。是。龙大侠，大人，星空告辞。Thank you.
妈宽恕。你们二房，大妈，圣旨到。龙行空，贵节密旨。谢庆虎，龙老弟。